秋明山上行人稀，常有车手较高低。如今道路依旧在，不见当年老司机。大家好，我是电竞风尘君王者荣耀张良，在改版后一度成为玩家们最喜爱的英雄。这位有着高额伤害的线霸，全图游走，既能快速支援，又能防止突进，上手操作也不是特别难。这场翻身战打得不可谓不漂亮。关于线霸张良如何养成，有几点我们是必须要知道的。张良的被动技能要求玩家一边释放技能，一边不断平 A， 增加攻击频率，才能打出火花带闪电的效果。一技能比较灵活，用于逃走或者阻断他人逃走都是不错的选择。稍加把玩，灵活操作一击命中，还能打出不错的伤害。二技能要求有不错的预判能力，范围大，但是爆发弱。但是若是待在圈内时间长，伤害很可观。攒点施法可以释放两个圈，双圈之下脆皮几乎可以秒杀。三技能配合前期消耗，禁锢英雄两秒，几乎可以一套带走对方。如果配合队友，基本上敌人是在劫难逃的。至于技能加点，鉴于一技能三技能主控，所以加点的时候主点二技能，加上被动带来的附加伤害，线霸张良当之无愧。231连招游走恶心人，铭文选择上梦夜、轮回、献祭、出装、抵抗之靴、痛苦面具、回响之杖、博学者之怒、辉月、虚无法杖。那么张良配合哪几个英雄能打出逆天效果？白起加上东皇太一，基本上的节奏就是控制控制再控制，打的对手毫无脾气，再配合上刘邦的大招支援，张良基本上就是无解的存在了。小伙伴们，至于实战效果如何，大家玩一把就知道了，拿走不谢。